论三首，方七首，九法七首，论约夫六极者，天气通于肺，地气通于液，风气阴于肝，雷气动于心，骨气感于皮，与气润于肾，六经为川，肠胃为海，九窍为水柱之气，所以窍阴于五脏，五脏协商，则六腑生疾，故曰五脏六疾也。论曰凡筋疾者主肝也，肝应筋，筋与肝合，肝有病从筋生。又曰以春郁病为筋痹，筋痹不已，复感于邪，内摄于肝，则阳气入于内，阴气出于外，若阴气外出，出则虚，虚则筋虚，筋虚则疝悲，色青苍白，见于目下，若伤寒则筋不能动，时指爪皆痛，数好转筋，其原以春甲以日得之伤风，风在筋为肝虚风也，若阳气内发，发则实，实则筋实，筋实则善怒，一肝伤热则咳，咳则胁下痛不能转侧，右脚下满痛，故曰肝实风也。然则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因其衰而张之，审其阴阳以别柔刚，阳病治阴，阴病治阳，善治病者，病在皮毛、肌肤、筋脉而治之，次治六腑，若治五脏则半死矣。扁鹊云：筋绝不治九日死，何以知之？手足爪甲青黑，呼骂，口不息，筋应足厥阴，足厥阴气绝，则筋缩淫卵与舌，筋先死矣。至筋实疾则咳，咳则两胁下缩痛，痛甚则不可转动。橘皮通气汤方：橘皮四两，白术石膏各五两，细辛当归桂辛茯苓各二两，相持一升，上八味举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三升，去子，分三服。至筋实疾，则两脚下满，满而痛，不得远行，脚心如割，筋断折痛不可忍。丹参煮散方：丹参三两，川芎、杜仲、续断地骨皮各二两，当归通草、甘地黄、麦门冬、生麻与余粮、麻黄各一两，十八株牛膝二两，六株生姜切炒取焦甘、牡蛎各二两，上十七味至下筛味粗散，以卷袋子盛散二方寸比，以锦花水二升煮，数动袋子，煮取一升，顿服，日二，至筋实疾，手足爪甲或青或黄，或黑乌暗，四肢筋即繁满，地黄煎方，生地黄汁三升，生葛汁、生玄参汁各一升，大黄生麻各二两，栀子仁、麻黄、犀角各三两，石膏五两，芍药四两，上十味举，以水七升煮七物，取二升，去子，下地黄汁煎一两沸，次下葛汁等煎取三升，分三服，日再。至筋虚疾，筋痹，好悲思，颜色苍白，四肢虚息，脚手拘挛，身动缩急，腹中转痛。五加九方：五加皮一斤，指刺二升，大麻仁三升，猪椒根皮丹参各八两，桂心当归甘草各三两，天雄秦椒白藓通草各四两，干姜五两，薏苡仁半升，川芎五。上十五味举，以卷代盛，清酒四豆子，春夏四日，秋冬六七日，初服六七合，稍稍加，以之为度。至筋虚疾，则筋不能转，时指爪皆痛，数转筋，或交接过度，或并未平复交接，伤气，内筋绝，舌卷唇青，淫卵缩，
脉疼急，腹中绞痛，或便欲绝，不能饮食。人参九方，人参、防风、茯苓、细辛、秦椒、黄当归、牛膝、桔梗各一两半，甘地黄、丹参枣30枚，五加皮一升，生姜切炒干，乌麻碎各上22味举，钟乳别以小袋子盛，以清酒2斗半浸5素，温服3合，日再无所闻，随意增进。一本无乌麻，用杜仲2两半，治交接损、卵缩筋挛方，烧妇人月经一灰，服方寸比，治筋绝方熬泻脑足髓纳疮中，筋急续，劳冷气逆，腰宽冷痹，脚屈身难，九阳跷100壮，在外踝下容爪，腰背不便，转筋急闭筋挛。九第21椎，随年壮，转筋，食指筋挛急，不得屈伸。九脚外踝骨上7壮，失经筋挛，因缩入腹，向隐痛。九中风50壮，在内踝前筋里脘腕中，点，失经筋挛，因缩入腹，向隐痛。九下满各50壮，老人加之，小儿随年壮。又云，此二穴，喉肿厥逆，五脏所苦，骨胀，病息主之。转筋胫骨痛不可忍，九曲膝下连横筋上3壮。腹胀转筋，九脐上1寸20壮。